台中国家歌剧院这个周末将举办号称是台湾史上最大型的光雕投影秀，美丽的光束投射在曲墙和涵洞，让歌剧院的夜景变得特别不一样，带您先睹为快。睁开眼睛，注入水源，海洋孕育生命，种子萌芽，蝴蝶飞舞，绚丽的灯雕秀让人目眩神迷。透过视觉艺术，结合了高科技，还有呢特殊的音响，让它整个活起来，就是炫光的享受了。对啊，感动啊，还蛮感动的。几何的图形，延伸的涵洞，多样性的画面搭配多变的声光，将歌剧院自然有机的建筑工法和源自地球初创大海侵蚀涵洞的建筑理念呈现给观众。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建筑概念，它会有上下左右前后不同的这种立体的一些动作，让大家看到这栋建筑物，它不但是矗立在那儿很美，而且它摆动起来也很美。被评为世界九大新地标的台中国家歌剧院，请来自英国的团队加入光雕秀，希望欣赏奇景之际，更增城市的国际能见度。新唐雨海电视邱天喜、王源，台湾台中采访报道。